一直以来，我是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范要求，不断强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质量控制，建立完善驻场督导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，持续开展检测机构巡回督导、全覆盖督查。近日收到群众反映，市内个别小区核酸检测结果疑似不准的有关情况后，我市监管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专项调查，省市有关专家立即前往涉事检测机构开展质量控制检测。我们根据调查结果，确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